倒数三秒，天生李荣浩巡回演唱会正式起航，三、二、一。麻烦船长转动一下左侧的转盘，谢谢。那就定在这里了，来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到相关的讯息已经打在我们的板子上。我们的售票讯息，5月16号下午1点，全家 Baby Four 正式开卖。内心很多元，我们在演唱会当中呢，终于可以一次来展现啊，所有李荣浩对于音乐的概念，如同他刚刚说的，不单只是唱歌换吉他，他还要想办法让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好看的演出。好，请李荣浩照顾一下每一台摄影机哦，谢谢。我要争取是有会唱一些之前没有唱过的歌，太棒了。那可以举例吗？啊，透露一点点这样子。啊，为爱启程之类的，很多歌可以选，华语歌好多哦。对，因为为爱启程里面就一次有十几首歌嘛，就是一个组曲，很适合唱这个。是，我想一下。恭喜李荣浩鸟在台北开演唱会了，身为歌迷的我非常的期待，希望你的演唱会可以非常顺利，票房秒杀哦。都对你哥说线上的祝福。对对，都是很好的朋友啊！我看到那么多朋友，很好的朋友只有一个吧？有几个？有几个？哪几个？都挺好。哪几个好？对啊。哪几个好？那个古巨基嘛。古巨基嘛，天生巨基。哦，因为我们前段时间刚有去参加。对对对，在那个比赛。对对对，就变成好像患难一般的战友。对对。患难兄难弟。跟成林关系还不错。谁？跟那个杨成林的关系还不错。杨。裴安，院长裴安，不错不错，陈明也很大方，他说他是你的歌迷，对不对？他最喜欢你哪一首歌？我没问过他，没聊过这，那你们都聊什么？那个部分现在还没有想，因为还在想编曲的事情。我邀请我们好朋友吗？好朋友要看呢，看大家的时间吧。也不排斥啊，可能因为演唱会嘛。不能是说我自己一个很任性的想干嘛就干嘛，还是要跟整个团队要去做协商的，要看其他人的事情。那刚刚看到他的 VCR 有觉得蛮开心的吗？我看到每一个人都很开心，在家里。是不是很久没有再跟他碰到面？跟陈立明，跟陈立明没有碰到面了。没有啊，我们前几天在那个内地有个颁奖礼啊，那个叫酷音乐颁奖礼有碰到后台。再去续托的意思是再约出去有约会吗？哦，私下到那荣浩在台湾开演唱会啊，会不会很担心？刚刚就是忘词对不对？会不会担心这个部分啊？我过两天就回去开始背词啊。对啊，是哦。那因为演唱会上其实要一直就是偶尔还是要跟大家说说话。对对，那你话变多了吗？我自己，哎，你觉得我话有变多吗？最近有多一点，有多一点，一点点，会多一点，但太多我也驾驭不了，反正。对。那之前唱过成的歌吗？这次有好一点，再挑成的歌来唱。这个可能因为现在有部分曲目还没有最终确定下来，还是要看整个歌曲的编排。